这是一个剧场中的巨无霸，前所未有的八小时戏剧即将拉开首演的序幕。环形舞台的难度超过想象，庞大的演出阵容，复杂的服装道具，让《如梦之梦》舞台之外的故事成为一场更为艰难的大戏。我刚刚就是跟他对过一次，所以你今天先看一下，也就是我们刚刚对过的，再去跟他讲。距离演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赖声川为《如梦之梦》请来了这位国内顶尖的服装美术师，为的是尽快帮助演员建立起角色的感觉。赖声川希望他们可以带妆进行排练，因为他的舞台比较简约的，所以变成说每次造型的出现都要马上抓住观众对时代的直觉，这观众不用消化，一看就已经听懂。他经常要很快的速度要说服观众，我们就在台北，我们就在上海，但他没有什么方法去说服，就只能是那个他的对白了，跟我们的造型，让这个事情更快的凝固下来。叶景天早年因为在《英雄本色》中的造型设计而闻名于影视界。1999年，叶景天担当《卧虎藏龙》的服装和美术，赢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美术设计奖。虽然大众对于叶景天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几部电影上，但其实他也曾多次参加戏剧舞台剧的造型创作。视觉有可能变成语言的将来的事情，所以我也相信这点，所以我在用视觉来帮忙导演去讲他的故事。其实大多数戏剧并不需要带妆排练，但对于《如梦之梦》来说，大多数规则并不适用。在简易的排练场里，没有正式舞台的灯光舞美，能够帮助演员塑造角色的只有服装造型。就比如说他给我在戏里面给我加了一个围巾啊，那个围巾呢，当然我去巴黎的时候很冷，这个是御寒的，可是还有一点是我在戏里面我会经常出汗，因为我身体很虚弱，我有时候我会不自觉的会拿围巾去擦汗啊，这个就是在戏剧的行动里面可以帮我找到一些支点。400多套的服装都在墙上，就一边开会一边来聊，特别的轻松一点。《如梦之梦》的30多个演员要饰演100多个角色，8个小时的演出中需要400多套服装，而任何一个时代的服装都是可以在旧照片中找到原型的。狂欢者的光环，您看看这样修改成什么形象？对，上接受白色化要多。叶景天团队的任务就是通过调研原型图片，设计适合演员的服装和造型。法国小西皮那种感觉会，他一直在换时空，然后也有现场的观众啊，跟演员那种真实性那种东西在反差。我必须很快的让观众进入剧情里面，所以里面其实你不能做太夸张的东西，因为任何东西都会打草惊蛇，就是观众对那个真实感的投入就会因为你太夸张，所以变成就会跳出来。现在还没加出去，不好人不帅都是新拍的，这些还有对我觉得已经有了，都有，我们这儿有。他的腾讯图在香港做的，对，在香港做。这些拿回来，我们一起。昨天有到几件新的。
我回去以后会看。重压之下，叶景天能否带来不失水准的创作，还是个未知数。就是啊，坐这儿麻烦你去，这来的不打眼睛当事儿，这玩意儿。拿碗不当碗，啥的？拿碗不当碗。虽然服装造型的工作还没有完全理顺，叶景天团队才初步确定了几个角色的造型设计，但演员从今天起就要开始面对无数摄像机的检阅了。都拍进去了，不用一分钟，赶快赶快。陈赖老师带着演员们给大家表演一段，但是现在不完全的，还是在排练过程中，演员。大多数戏剧并不需要在上映前召开媒体见面会，但对于《如梦之梦》这样重量级的大制作来说，举办一场媒体发布会是上演前必备的规定动作。为此，剧组今天小心谨慎地选择了一小部分片段进行展示演出。演员走了，来过来，准备。即便对于一部大戏来讲，《如梦之梦》的舞台形式也显得太过特殊了。演出的时候，观众在中间，而舞台在四周。虽然今天到场的媒体也多少听说过一点这种特殊的舞台安排，但当演员移步换景的时候，还是让很多人感到猝不及防。就一片在追那个戏，就是这，我觉得这就是旧的习惯吧。就旧的习惯，你戏一定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在一个舞台上，然后这个舞台是面对着观众。可是我们这个戏不一样啊。再说明一下，我们这个观众席其实是降了一米才对，所以各位真正在剧场里面，你现在各位坐着的位置就是比现在低1公尺。啊，所以就是不会有现在我们被挡到的问题，但是总是不能有人站着，对，如果大家都坐着是全部都看得很清楚。好，作为导演来宣传，希望媒体能够关注故事本身，但对于媒体来说，明星阵容、特殊的舞台和8小时时长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噱头。这种关注的错位，对于《如梦之梦》这样一部严肃的戏剧来说，既是机会又是一种挑战。我们做戏剧，很多观众是想逃避现实来看一个戏，他想得到娱乐。但是我们很抱歉，我们做的是希望你看完这个故事，你是记得的，然后你是面对的，你是面对一些可能你平时不太会接触或者不太会去思考的一些问题。尤其是《如梦之梦》，直接让你去面对你的烦恼。导演借故事引导观众思考生命与死亡。这在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一件经常容易发生的事情，而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里，这样一部严肃的戏剧真的能够得到大众和媒体的接纳吗？之梦里，李宇春饰演一个菜鸟医生小梅。小梅台词不多，但却贯穿始终。作为一个线索性的角色，小梅在舞台之外发挥着更大的作用。这次很多都第一次进剧场，把我吓一跳，因为我总以为《如梦之梦》是一个比较所谓进阶的，一台戏，就是不是，就是你总是看过很多戏之后，然后你进来看，你才会知道很多手法是怎么样的。但是居然这次有这么多第一次进剧场的，然后当然这里有一个理由，我感觉到的一个理由之一，他的名字叫李宇春啊。那
手李宇春的狂热粉丝以百万计，他的演唱会总是爆满，他出演的电影总是卖座。对于被看作是小众艺术的戏剧，通常不会有这样的演出阵容，但《如梦之梦》一直是个例外。还记得三个哥哥上班当医生的前一天晚上，爸爸总要到他们家的书房里去训话，亲口传达关于医生这个行业的神圣。那个时候我还小。邀请李宇春出演《如梦之梦》，制作方可谓是用心良苦。李宇春在内地的人气无疑能给《如梦之梦》带来很多新鲜的观众，这也是制作团队最乐于见到的结果。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叫我一声，必信不疑。谢谢李医生。市场化不是罪恶，恰恰是天然的滋养品。你滋养品有创作者自己的艺术修养和艺术储备，和你并驾齐驱的这个滋养品就是观众对你的需求。作为一部成本高昂的舞台剧，《如梦之梦》既要保证戏剧的品质，又要顾及市场的接受程度，这是舞台之外的博弈。一部戏剧的诞生常常要面对很多无形的困境，很多看不见的选择。对观众来讲他无所谓的，就像你到餐厅吃饭啊，你不会管这个菜有多艰难，你就吃到嘴里好吃就好吃。走进你的梦。为了帮助宣传，作为明星的许晴胡歌也会在排练的间歇到电台宣传，或是为杂志拍摄封面。可能大家觉得明星很天天照着光环很高兴，可是我觉得明星可能有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包袱，参加各种商业活动，面对长枪短炮，但是我回归了剧场以后，就完全卸下了这个包袱。但是其实比较讽刺的地方是，如果我不是明星的话，可能我还没有这个机会。经过剧场的演员，并不富裕的制作公司，加上需要日夜赶工的服装团队，舞台之外是一个更加精彩的剧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。我来，我能给你个快乐，就是快乐，属于你自己的快乐。今天是剧组最后一次在七九八彩排。好，大家在这儿。彩排结束之后，巨大的舞台景片将被运往保利剧院重新组装。张哲龙是舞台设计，从舞台上的钢筋铁骨到巨大的景片都出自他的画笔。虽然我是做舞美，但是有时候甚至我会跟老师讨论到戏剧的进行，它的走位。那老师当他说告诉我他空间上希望有什么样的改变的时候，我可以运用我舞美空间上面的认知来建议老师。舞台设计关注的不光是线条和造型，优秀的舞台设计师需要把舞台设计与导演的理念融合在一起。所谓如梦之梦，老师所谓的如梦其实是真实。如梦之梦里面的这个梦其实是代表现实跟真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实就跟梦一般。所以场景当初我在概念的发想的时候，是从一切都是空无的，都是黑桌黑椅黑柱黑墙，这些东西在剧场里面我是利用它来制造那个虚的感觉，慢慢进入到有实的东西渐渐进来，有砖瓦，有柱子，慢慢建筑起来。走进你的梦。那这个概念是来自于两句台词。走进我们的生命如幻梦，是我们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。五号病人在临终前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的建筑师，我们一砖一瓦把自己的生命的房子砌起来。
以你先准备好。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实景排练，很多舞台设计已经基本定型，但就在即将进入剧场的时刻，赖声川又对张哲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所以我给哲龙的第一功课，我说你哲龙啊，你的工作呢，其他我们都知道，你要盖出这些房子，你要画出这些设计图等等，但真正最难的工作就是一个舞台设计师呢，我觉得他必须能够创造出一些魔幻般的时刻，啊，让观众看了永生难忘。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挑战，说真的，那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做到的原因，是因为这出戏本身对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情。但是这个是八卦，你要听吗？在《如梦之梦》里，最为戏剧性的一幕就是建筑师来到上海，见到了病床上的老年顾香兰。小四老又来了。伯伯，我给您带了一个礼物，是台湾的茶叶，我是台湾来的。台湾来的没一个好东西。原本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，却因戏剧有了如此神奇的相遇。14年前，当张哲龙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时，也深受感动。我在看完《如梦之梦》之后，我除了整个人就是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一样，同时我也爱上了当年的顾香兰。对，然后经过可能是姻缘吧，我后来现在当年2005年的顾香兰是我现在的女朋友。这是大八卦吧。为了达到赖声川的要求，张哲龙采用了非常大胆的设计，重新整合舞台灯、烟雾、沙幕这些基本的舞美元素。首演前最后一次排练，哲龙设计出的效果终于达到了赖声川的要求。他离开上海的时候那种交接的感觉，你如果在电影里面做这么一个画面，你做不出来的。在剧场里面你可以做到，他进到观众席，他过了观众席，两把伞莫名其妙撑在那儿。在台湾打伞是嫁女儿的时候是这个打这个雨伞，然后让这个女儿的头不要被天上的看到。对面有另外一个顾香兰在等着他，然后穿的颜色是不同的，两个人交接，他就另外一个顾香兰转头走向一个不知名的未来。在剧场里面，它一抽象化以后，你的想象空间就很大。那就是顾香兰去了哪里，他是去他的道路，他的命运，他是走向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可能最后名字叫法国，叫巴黎，可是它更大。你在电影里面，你想做顾香兰离开妓院的这个画面，你可以把前半做出来，那他就是上个车然后走掉，啊。那跟我们所做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了，那就太感觉就有点失望了。这是张哲龙为新版的《如梦之梦》设计的舞台效果。我觉得事情回想起来，你会觉得哎，真的也就是都是心想事成，可是。我后来我妈妈，我跟我妈妈讲了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妈妈告诉我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有道理，就是说，她说，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想着一件事，或者你想做达成一个目标，你只要一直想着它，你不见得一定要现在达成，是有一天你会莫名其妙不知不觉你已经到了那里。我觉得如梦它给人的联想空间是很大，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怎么想，我比较高兴的就是他都会把你推向一个比较内在的思考，
你会想到命运到底是什么，生命到底是什么，死亡到底是什么，这些题目。2013年4月1日，《如梦之梦》如期在保利剧场上演，一连半月的演出几乎座无虚席。剧场里的故事也是现实里的故事，有的人是为了圆舞台之梦，有的人是为了达成心底的情节，许多观众将第一次走进剧场开始思考戏剧的魅力。最重要是大家的参与，谢谢大家。所以我也感觉如果你真的做个舞台很难很难上台，因为在现场观众鼓掌啊，观众在现场跟你一起笑一起哭啊，那种没办法代替的那个东西，因为他走现场就直接传到你的身体里面。在很多社会里面，戏剧它扮演着一个很原始的功能，这个功能就跟仪式是离不开关系的，所以人类原始的一些仪式其实和剧场活动它是有雷同之处。它很像一个没落的贵族，你知道吧，整个大时代已经离他而去了，我们喜欢更快速的用各种机器的东西。一个晚上我可以看多少片子啊，我还可以看 3D 的，我还可以看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的，舞台剧就老老实实摆在那个面前，一个晚上就能坐这么多人，更多坐不下。你经过许多不方便，坐车，吃饭排队，坐在不认识人当中，黑暗当中你看一出戏，看完自己走路回家。导演张广天带领一群年轻人打造先锋戏剧《杜甫》，先上一个月课，他们要经过培训，培训以后就要考试，考试然后再筛选。然后又来一个月训练，以前学的东西完全用不上，特别的痛苦。你们拎不清，我就让你们一直坐着。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剧本，